本院委员将会征吴育仁等12人，针对青年打工度假风靡全台，赴澳洲名额无上限，逐年呈倍数的成长，其余有名额限制的6个国家也相当受到学子的欢迎。打工度假计划旨在增加我国青年对国际事务的了解，培养自主生存的能力，并且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间青年的互动，落实文化外交，在迈入职场之前的人生路上，让他们能够有一个空档年。为30岁以下的青年出发赴澳、赴纽等国家，仍需准备一笔出发金。原此，本席建请青辅会于1个月内，参考原有的补助青年赴海外实习计划，研拟补助审查是否有当，协助打工度假青年筹备出发金是否有当，请公决。本院委员将会征吴育仁等12人提案。